指挥官，你终于来了。 指挥官，你终于来了。 子弹时间。
Mission start! Time.
Start! Okay.
大家都没事吧？少在这里装好人！那些都是莫丁娟，马可和他们不一样。就你这种小孩子才会像……要我说，大老远的赶回来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已经安排了佣兵护旗来接大家。我才不要去！也对，你们等着吧，我一定……慌慌涂涂的干嘛？又想在我白回几队人？马可。 我现在，伊利亚妈妈意外去世时，守护凯姆特几千年的贝斯是爸爸站了出来。他是一个没有特看来你已经完全。